地球联合理事会指挥中心，克哈首都。上校，杜加尔上将下令在进攻奥古斯格勒之前召开最后一次战术会议，我马上为你接通指挥中心。啊，上校，我们正好在等你，你大概猜到了吧？我们在讨论总攻击计划，记住，蒙斯克虽然孤立无援，但还是不能小看他手上的兵力。驻守奥古斯格勒的部队数量远超过自治联盟领域内的任何一个地方，而且蒙斯克本人也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战术家，小心他会反咬你一口。除此之外，虽然我们瘫痪了蒙斯克的战巡舰队，但是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对我们发射核弹。哎呦，所有基地都必须保持戒备，严加提防敌方的幽灵特务。上校，大致上就这样了，万事小心，祝你好运。过了今天，泰伦自治联盟就会成为历史了。哦，泰伦自治联盟就会成历史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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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所以这关很多核弹是吧？哎，所以我刚那一关如果打掉核弹的话，这关就是战巡舰；那我打掉战巡舰的话，这关就是核弹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子，靠！怎么不早说呢？核弹那么棘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战巡舰，你只要出一堆巨人就好啦。原来有差哦，我不知道哎。再看一次剧情。上校，看你妹啊！都看完了 ，Go。我收到了。金矿不足。幽灵特务报道。金矿不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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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侦测到核弹发射。指挥官。侦测到核弹发射。所以它的关卡又不同是吧？我若刚刚是打掉核弹的话，它这一关就不是长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来报道了。哇，这样让我有点想要去。我怎么在这里？好的。撤离周边建筑。我刚才只有逃走吗？我平民挂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收到命令，我来报道了。长官的命令是。我来报道了。你要核弹支援吗？那就拿去吧。援军已经出发，请稍后。所以，我靠！干嘛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抓好了，要冲了。我收到了，我来报道了。长官的命令是。长官的命令是哎呀，简单啊，别怕，看一下这关是要干嘛。摧毁蒙斯克指挥中心嘛，还好啊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我正在听。我来帮你不能改东西，是的，长官。目的地在哪？安全第一，大家绑好安全带。我收到了，收到。我正在听。收到，前往目标，状态良好。我来报道了，收到命令。是的，长官。
正在听。抓好了，有冲吗？长官的命令是，收到。我来报道了。我来报道了。长官的命令是，还好了。这个我收到了，那些建筑我本来就不想要。行动吧。那些都是陈旧的一些建筑设施哦，那个东西不需要留了。我早就想汰换掉了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我正在听。把任务完成。需要更多的指挥官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来任务完成。我收到了。收到命令。收到。是的，长官，任务完成。我收到了。任务完成。长官，收到命令。收到。收到命令。收到，了解。我正在听。总部正在前往目的地。总部，请说。准备就绪。再来一次不得了。是的，长官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收到了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我收到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准备就绪，输入坐标。指挥官，是的，长官。哎，所以我刚刚如果说是打掉核弹的话，他这关的会长得不一样吗？还是他只是来的东西不一样而已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输入坐标，我来报道了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指挥官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好极了。指挥官，我收到了。是的，长官。来的东西不一样，是长得一样的。好。长官的命令是。指挥官，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总部，请说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来报道了。金矿不足。了解。指挥官。任务完成的时候到了，收到了。待命中，我收到了。行动吧，摇滚的时候到了。行动吧，指挥官。摇滚的时候到了，指挥官。收到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行动吧，摇滚的时候到了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我靠！摇滚的时候到。蜘蛛人啊！行动吧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待命中，冲冲冲！行动吧！冲冲冲！冲冲冲！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好极了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收到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想我要出坦克吗？马上就去，长官。输入坐标，随时出发。有目标可以。还是出入战队打、啊，不知道他这仗有没有坦克、欸？我要看一下。你的部队有目标可以射击了，指挥官。好极了，待命中，待命中。我来报道了。出战选好像也可以的。操你妹！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了。我来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附属建筑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待命中，行动吧！我来报道了。输入坐标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待命中。白痴，我的这个怎么又坏了？我收到了，任务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收到了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收到了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我来报道了。我收到了。是的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，升级完成。我来报道了。是的，长官。我来报道了，我收到了。
马上就去，任务完成。我来报道了，任务完成。太淫荡了，我可以这样子乱炸乱炸的。我来报道了，太没礼貌了。任务完成，是的，长官。长官的命令是，任务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，任务完成。目标可以射击吗？任务完成，大人明是的，长官。金矿部组，是的，长官。金矿部组，了解，收到命令。是的，长官。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收到了。附属建筑完成。输入坐标。大人命中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部组。金矿部组。金矿部组。大人命中。冲冲冲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部组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收到。F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收到命令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大人命中。指挥官，我收到了。指挥官，我来报道了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指挥官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长官的命令是，他应该不会从这里进攻吧？干，不好说。收到命令，了解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探险人员报道。啊，你好，指挥官。指挥官。是的，长官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收到命令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金矿。来，出战巡吧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输入坐标。我们看到你了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收到了。是的，长官。任务完成，长官的命令是。我收到了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好极了。干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不用白不用，知道吗？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收到了。你的部队正在收到命令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侦测到，收到。没有事，随时出发。靠北哪里呀、啊？啊！好像还好哎、欸。收到，总部讯息接收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、啊？你好，指挥官，非常好。大人命中，我来报道了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传送命令。大人命中，准备就绪，讯号接收中。我来报道了。我收到了。是的，长官。讯号接收中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慢慢来。了解。讯号接收中。大人命中。他家一直搞，有点烦。总部，讯息接收中。讯号接收中。大人命中。好极了。总部，请说。任务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讯号接收中。开始升空吧。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一代的那个空军的攻防跟地面是分开的。指挥官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
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任务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：转巡舰出动。我来报道了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想找到我的命令吗？收到。长官的命令是：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收到命令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收到。收到命令，赶着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人类补给站怎么那么占空间啊？收到命令，收到。是的，长官。马上就去。其实我觉得放台坦克就不怕核弹了，说。好像还是会怕哈。长官的命令是：了解。我来报道了，我们看到你了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任务完成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是的，长官。是的，长官。巡航接收中。任务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，指挥官。讯号接收中。完成。金矿不足。所有组员回报。高能瓦斯不足。长官，长成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再补一个。我来报道了。讯号接收中。我觉得这三台差不多了吧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高能瓦斯不足。我来报道了。战巡舰出动。战巡舰出动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你好，指挥官。设定航道，慢慢来。所有组员回报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慢慢来。厉害吗，小子？讯号接收中。我收到了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开启通讯频道。我们看到你了。接收中。传送命令。开启通讯频道。上级。你好，指挥官。讯息接收中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准备就绪。不痛不痒啊！我来报道了。传送命令。讯号接收中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就这么办。设定航道。开启通讯频道。讯号接收中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你好。设定航道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开启通讯频道。哇靠！干嘛？设定航道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收到，长官。干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好，指挥官。你的部队转巡舰出动。长官的命令是：了解，我们看到你了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的命令是：我收到了。了解，正遭受攻击，看到你了。讯号接收中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好，指挥官。讯号接收中。哇，超多这个哎，操，超多蜘蛛嘞。高能瓦斯不足。高能瓦斯。你好，指挥官。马上就开启通讯频道。谁能挑战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就这么办。了解。所有组员回报。讯号接收中。我收到了。收到命令。
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是的，长官。讯号接收中，慢慢来。慢慢来。所有组员回报。讯号接收中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我来报道了。讯号接收中。是的，长官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所有组员回报。任务完成。开启通讯频道。讯号接收中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所有组员回报。哎，他咋毁了这是？讯号接收中。慢慢来。我来报道了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传送命令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我都没有用到那个。接近目标。科学球的技能啊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慢慢来。救我们！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传送命令，是的，长官。传送命令，所有组员回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设定航道。是的，长官。哇，他还一哎，我的能量是归零的，为什么我是没能量的啊？开启通讯频道。EMP 砸到啊！有鬼子哎，不是啊，鬼子不会丢 EMP 啊，丢 EMP 是科学球哎。开启通讯频道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接近目标。你好，指挥官。讯号接收中。设定航道。你的部队慢慢来。我收到了。收到。待命中。冲冲冲！开启通讯。所有组员回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讯号接收中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是要打这黄色的哦。正遭受攻击。我等你这边打完直接切西瓜过去。所有组员回报。看到你了。其实我不用扫描，我有科学船，我干嘛？设定好了。收到，长官。慢慢来。接近目标。慢慢来。我收到了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就这就就就。开启通讯频道。所有组员回报。慢慢来。就这就就就。接近目标。讯号接收中。开启通讯频道。长官的命令是。战巡舰出动。开启通讯频道，就这么办。你好，指挥官。设定航道。是的，长官。长官的命令是。
开启通讯通道，慢慢来。设定通道，开启通讯频道。出动吧。讯号接收中。设定通道。慢慢来。谁的长官？开启通讯频道。所有组员回报。需要更多的武器。讯号接收中。所有组员回报。哎呦。能量补足。就这么办。慢慢来。就这么办。设定航道。所有组员回报。射他！掉命！上校，我追踪到了。自治联盟的旗舰诺德三世目前位于低轨道，蒙斯克可能想逃跑。蒙斯克可能想逃跑。我是泰伦自治联盟的蒙斯克大帝，我希望马上和你们的指挥官谈判。我要聊聊是。缩头缩脑的阿克图洛斯蒙斯克终于现身了，我还蛮希望在了结这件事之前能跟你聊一聊。我是杰拉德·杜加尔上将，我不得不称赞你能够抵挡我们的攻击这么久，你确实是个难缠的对手。谢谢你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你们的这场胜利对我影响不大。哦，虽然我会多花一些功夫，不过既然我能成功推翻联邦政府，我一样能击垮你们。我想是不太可能，毕竟我们会公开处决你和所有的高阶军官。你没这个胆子。看起来他们应该是没有打赢蒙斯克，不然就不会有二代。大帝就以为我不敢冒犯你了，蒙斯克，我看你这个死老百姓，名不副实的日子过太久了，上校。准备收押这位大帝。在场的各位，看来你们的计划得延期了。长官，反抗军的指挥舰海伯利昂号刚刚进入诺德三世的侦测范围，而且有部分神族舰队与他同行。什么？这些人哪儿来的？吉姆雷诺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是来救你这个混账东西的，阿克图洛斯，给我乖乖坐好，嘴巴闭上，别误会。哎呦，我们还有很多账要算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有个共同朋友，希望你活下来。准备让船舰进行次元传送。雷诺来戳，就是。不可原谅，他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溜走，追踪他们，快！为什么雷诺要这样子啊？他真的被他的那个。好色吉姆雷诺真的被色情冲昏头了吗？但看他一定是在为了要救凯利根哦。我想一定是这样子哦。